我叫陈娜，很开心认识你。你好，我叫王敏。有点尴尬，丽丽没有跟我说你的情况。我觉得是个好事，我们可以互相认识。好吧，你先说。好的，我是医生。我在上海最大的医院工作。市中心那个吗？是的。太好了。是的，我的工作很棒，工资也不错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。不错。你呢？你做什么？我正在做服务员。但我同时在当演员。为什么当演员？因为这是我的梦想。你可以当护士，我觉得你穿护士装会很性感。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工资也很高，当演员赚不了那么多钱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再见。哦，好的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